百草集出发吧爱情，本栏目由中草药护肤全球领导品牌百草集独家冠名。努比亚 Z9 无边框手机邀您参与互动，赢取态度新品努比亚 Z9 系列手机。夫妻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之一，尤其是明星夫妻的故事，他们在镜头前恩爱甜蜜，他们在生活里遮掩神秘，他们让我们充满着好奇，明星夫妻是否和我们一样需要为生活腾转挪移。百草集出发吧爱情，最惊喜的目的地，最不可思议的挑战，全方位无死角的拍摄，在无法防备无法掩饰的记录中，让我们一起看别人家的老公如何奋不顾身的守护爱人。范文芳、李明顺，金钟最佳男主角。范文芳，新加坡顶级明星，甜蜜娇妻，高默契值夫妻，恋爱11年，结婚5年，儿子 Zen。哇，我真的是第一次这么拍综艺节目，真的吗？真的真的真的，第一次就对了。好，你好好照顾我们啊。不会的。谢楠，如今新晋艺员导演，大男人纯爷们儿。谢楠，鬼马女主播，智慧小女人，高战斗值夫妻，恋爱3个月，结婚3年，儿子无所谓。这是个防水壳，有一些比如说手机啊，这手机啊，防晒霜，因为老婆呢是对这个紫外线是过敏的，所以防晒霜是一定要必备的。然后呢？不要误会啊，其实是我们是因为在部队跟男人跟人家学的是野外生存的时候，避孕套有时候它可以吹上气之后，你装在一个袋子里，它可以做福利袋，然后呢可以戴在手上，救生圈那种感觉。对，你要受伤了之后可以套上这个，会保护伤口。我先全部拿出来以后开始装了。哎，我们只有这两个心，听一下，够吧？装装看吧。李承铉、戚薇，李承铉，韩国花美男，中国好女婿；戚薇，超人气偶像，新手妈咪，高颜值夫妻，恋爱1年半，结婚8个月，女儿 Lucky。哦，这个我们可以听音乐，虽然看起来是一坨东西，你有时间听吗？你又带喇叭，又带这个。你到底听喇叭听不见？用喇叭，我可以用它触喇叭的声音，通过它，所以它会比较好，可以吗？对吧对吧对吧。郭京飞、包丽，郭京飞话剧宠儿、导弹老公，包丽女导演，传说中的郭太太，高智慧值夫妻，恋爱1个月，结婚10年，儿子1万。哼哼，我的爱条。他用这根棍子打通我的任督二脉。这可以驱虫啊？可以驱虫，然后它可以点我的穴位。穴位我记不住啊，太多了，所以我就看图就 OK 了。他最近在研究这个，然后我就是他的小孩。好了，嘿 ，OK。你看，每次都是要我帮他解决最后一分钟，因为我那是不行的。可以，
怀期待的出发去往海南，他们还不知道即将要面临什么。Hello。咻呼！哇！见过穿皮衣来三亚的吗？不行了，老婆。Hello， 三亚，我们来了。我要做什么？不行了，不行啊！对，再瘦一点，瘦上去。这边，这边，现在出发了，哎，出发了。嗯，我们一下车就吃了冰激凌，然后待会儿要可能会下水，我们会不会今天晚上再吃黄连素呢？没关系，我都带，我还有爱票。但是冰激凌真的很好吃。咱们这是去哪儿啊？现在，反正我觉得肯定是特别偏的地方。我其实一点都没有预设它会发生什么东西，就是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不管。华少，你不可能饿着我。我看到满眼都是绿，真好。三亚是个岛，是不是？三亚是。哎，问你地理你不知道。我们是锅包肉组合。真快真。哎。豪宅呀。一共准备了四份，我们每一杯都喝一口，好不好？老王，你拿行李吧。嗯，好，谢谢。OK， 你边请，你边请。嗯，很帅，很帅。水温也不错。哇，好凉。我家什么时候这么大？欢迎回家，欢迎回家。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你好，谢谢请。谢谢。这六杯都是给我们，醉倒在门口。干杯！谢谢谢谢。哎，混一混你就认不出来哪个是喝过的了。真的假的呀？可能是因为生了闺女，良心发现了。哎，我觉得这好好看。我觉得待会儿他就是肯定是，你们可以把行李放在这儿，然后去海边住去。不太可能。快把我从梦中叫醒，这不是真的。Hello。Hello Hello Hello。Hello。吴京大哥，你们好。Hello， 你们好。回家，欢迎回家。哦，这里是我们的家吗？回家，谢谢谢谢。Cheers。哇塞！哎，我能下，我现在马上能下水吗？好想下水哦。Hello Hello。我们后面去看。哎，哦。果盘要吗？另外两位朋友。对对对，我们要拿着果盘。应该是。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是我们的家吗？回家啊，真的，还有人送房子啊，这节目真好。哎，谢谢，谢谢。哇，里面有人吗？还有一对吗？对不对？对，还有一对，还有一对。哇哦！哎，等一下，等一下，有人哎，谁谁谁？他们是不是？我问一下，你们为什么会来？是因为华少？哎，这不是，这是不是？为什么会跟他熟？Hello。
这不是我们的豪宅啊，这是一期的吗？大家都戴着墨镜，好难认啊。是其他的队伍吧？嗨，七哥，你叫他什么？七哥？对，他叫七威嘛。啊，对，为什么叫七哥呢？是因为比较女汉子啊。我叫南哥，他是七哥。哦 ，Hello，Hello。带俩孩子，四组夫妻都已经知道这六站之行的旅伴究竟是谁了，不过他们不知道，其实这场旅行中还有一个人与他们相伴，若即若离。他是作家，掌握国际知名投资公司的合伙人，是个医学博士，自称前妇科大夫。三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身份，被他敏锐的大脑四两拨千斤般的阴阳相合了起来。在这里，所有的细节都将通过他的眼，经过他的脑，最后通过他的嘴来分享他的敏锐。你们躲不过他的眼睛。大家好，我是冯唐，就是那个写爱情小说的前妇科大夫。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海南省陵水市，我会是各位六个城市的向导和爱情观察家。各位对这里还满意吗？还可以，满意。目前特别满意。对。我们不会在这里再浪费太多的时间，这里只是起点，但绝不是终点。我们这次旅行的第一站会是在一个中国最美的无人荒滩，水蓝沙幼，植被丰富，各种动物都有，除了人和熊猫，所以大家会看到很多惊喜。我们在旅程中设计了游戏环节，根据游戏的结果给大家打分，积分最高的夫妇，我们会精心设计一个终极童话给各位，各位会有自己今生独一无二的终极浪漫体验。哇！为大家努力，看能不能撑着你求生。大家进入这个我努力别墅的时候，各位从各自管家选择饮料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交通工具。四个非常独一无二的交通工具。我们进来的时候啊，选了拿碎的杯子，那给我们那个已经是一个水，但是我忘了它长得怎么样。各位需要快一点，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的请吹响号角，号角响起就说明二位赢了。大家有没有听明白？非常明白。明白。再说一遍。出发前还有一个环节，我们要让管家把各位的眼睛蒙上。我知道大家会害怕，但是相信爱情，相信我们自己各自的能力，面朝大海，让爱继续澎湃。所以出发吧，爱情。哪里？巴基。哦。下，我们要去哪？我们去哪打高尔夫球吗？到底是去哪里呀、啊？我好想看哦。天哪！咱们去哪里？华少，你不是说随时会出现的吗？啊？所以华少在旁边吗？他在，你看哪个角落他就出现了。华少哥是吧？就心里有一件紧张，没有安全感。叫哪个词叫做忐忑？啊，好好好，那个啊，我知道了。我在等。阿西尼，阿西达盖多。来，我先走。嗨，快上。迈大步 ，OK， 放松啊，没关系，稳住。微微走八字。穿的是短裤吗？当然啦。哎呀，没事，你快抓住那个，你抓住那个。可以了不了？是的。哎呀，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在等着我们。好大的水啊！没事。好。
吗？到了。哎，真的是高富帅。但是草有点长，也不像哎。我要地毯搜索。地毯式搜索。Hey, how you doing? Huh? Hi, I'm Tim. I'm from Australia. I need you to take your hat off. What do you want? I need to take the sunglasses. For what? This is for me to pay the rent. Huh?哎，为什么我坐在一个男人的腿上？老婆，你在哪里？这里。里面舒服吗？真是优雅。我又不优雅，又不舒服，又感觉不好啊！我不敢跟你讲。我就摸得出来就是。华少，我跟你讲，跟你挑战。全球领导品牌百草集独家冠名，本栏目由使用100%天然原料的哈根达斯特别呈现。努比亚 Z9 无边框手机邀您参与互动，赢取态度新品努比亚 Z9 系列手机。突发的极限挑战世界，最能发现日久都不一定看得出的人性。四种挑战配合速度、恐惧、疲惫的到达方式，究竟会让他们感受到怎样前所未有的深层体验？而到达的先后顺序也将决定了四对夫妻在这个陌生荒岛第一晚的住宿条件。第一名到达的将入住豪华船屋，而其余三对六个人共享两个破帐篷。什么呀？这不是荒山野岭吗？这完全什么都没有。把我们丢了，这干什么？是吗？累不累？还好。小心哦。小心，小心，小心。等一下。一步就站得踏实，你累了，你跟我说。小心。小心，这边肯定虫子啊，什么这种东西。你等一下，哎，那里还有，就是这个呀，还有什么？这个呀，这里还有一个，你等一下，我在哪？我问你，我都还没看见呢。走，你放心，一二三，走，没事，走。你不是太凉。
去，水下收音，马上又是水下收音。早上这玩意儿派不上用场。我告诉你会派上用场。真的吗？不定怎么就派上用场了。老公，你好帅！等一下，你就抓到他的就是一号。你走了，你回来。感觉上好像很刺激的样子。我要下去了吗？媳妇儿来吧，赶紧的。速度突然变得很慢，你不要突然叫一下啊！我不会不会，你才不要叫，你叫的时候我都吓死了，我才不会叫呢！哇塞，救命！你叫我肩膀高一点，对，小心啊，这路小心很陡，小心。你怎么还会遇到什么？摸一下他，朋友，哎，可以，哎，他好快的，好快的，啊，他趴下，哎，他喜欢摸的，哎，宝宝，哎，这是黑猪毛吗？黑毛猪？哦，对对对，我再说，这是黑毛猪吗？黑毛猪。猪毛，到底是哪个？你真搞笑！对呀，我刚刚这是黑毛猪吗？黑毛猪，这是黑毛猪吗？啊，好乖哦，它真的。来来来，跟我走，我有水，宝宝。它不跟我走了。
刀了。终于走出来了。还没有人哎。我们是先到了的意思吗？哇，你看这个，我们是第一个到的吗？来，跳出去。所以我们讲一二三。相信永远不是时间，是决定。I will love you till the end of time. Lucky you and me, lucky lucky you're my lucky. Lucky you and me, lucky lucky you're my lucky. Lucky you and me, lucky lucky you're my lucky. 那是他们吗？气味里程炫、摸金非暴力已经与黄黄狼彻底无缘，而理论上选择推进器的吴京、谢楠夫妇只需要20分钟就能到达沙滩，而李明顺、范文芳夫妇在空中直降则需要7分钟。那么，真正的冠军到底是谁呢？药护肤全球领导品牌百草集独家冠名，本栏目由总德护理的千金静雅关怀呈现。
到水里，我怕那个降落伞把人给盖住。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我知道它有多难，我知道有多危险，所以赶紧往那边跑。是不是他被大浪吓到的那个害怕呢？不会像昨天那个第一天那个跳伞那个害怕，他真的是就是六神无主那种。我们真的是看他整个从上到下的全过程，我就在设想，如果把我放在那个天上，我们要怎么办？很幸运的一点是都没什么大事儿。他眼里看了我们一眼，那种没 OK 的那种男人的那种体贴，可能也就只有臂弯的男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人能想到荒岛的第一夜竟会以这样的方式到来，有惊无险却疲惫不堪的第一天。樊文芳由于过度惊吓暂时被安排离开荒岛休息，能否参加第二天的拍摄我们也无从得知。当夜晚袭来，岛上的三对夫妻回到在这个荒岛上的家，祈福的心要怎样在陌生之地入睡？不要忘了，旅途才刚刚开始。都有人住在这儿吗？真恐怖啊！猜猜谁会住在里面？这个像我小时候做的手工课。一样的。什么情况？全是沙子，连睡袋都没有啊！这玩意儿不会晚上刮风的时候塌了吧？我们那儿也有。我从来没有住过，我从来没有住过帐篷。我也没有。我从来没有，第一次。但是沙滩上不会有什么蛇这些吗？蛇不会有，可是螃蟹可能会突然出来。这个是节目组给我们晚上一起看海。最可气的是我们的窗户正能看到他们亮灯的船。第一名啊，他们电视没法看吧？他浴缸里面没有热水，浴缸是摆着的，只是关关节。但至少他们有床。买的呀？睡袋。有吗？是。有睡袋啊？有啊，没睡袋还不冻死了？
放在这儿啊。埋在沙子底下。就把它放在窗底下嘛。还有一个呢。我要出去找点石头，把它压一压。你们可以找一找。我去找点看看还有什么能够让我们睡得舒服点的东西。就不错，啊，我们可以进去里面，刚好你和我的 size 比一比。别地方会有蛇，我才不会去呢，完全不能睡嘛。哎，这儿还有一艘废弃的船。这船里面会有人住吗？什么都没有，这些可以生火。他们说有火石，这是什么地方？太棒了，大气！我就说，我绝对不会白来的。不管，这是我找来的，又没有拉警戒线，不然睡睡袋真的很难受的。最起码，我给大家找到了枕头。我觉得真的这个是有可能性，但如果我们搬到那后面，是不是太黑了？嘿，刚刚找到什么？那是什么？我们的枕头解决了。哇哦！给，谢谢金飞哥，谢谢谢谢。哎，我们搬到一个没有风的地方吧。我们要不要去豪华行借点东西？借什么？有纸吗？纸，纸，纸或者油。换我试试吧，你是不是很累？完了！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足够的那个只要我们知道它能用，现在好歹是一张。我们去偷东西吧。走。你觉得我们是客客气气的跟他们说需要点什么，还是我们偷呢？对，你想象那个姿势是应该是比较稳的，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南姐，你家里有人哎。谢楠 ，Hello， 吴京哥，睡了？他们出去了。哎，人呢？上，值，对。对 ，OK， 怎么这样不说拿不好？哎，留张纸。就几张纸吗？有笔吗？还有吃的。谁？问一下，这个纸巾和一个蜡烛可以拿走吗？快点，趁我老公不在，赶紧。你老公去哪儿了？把我一个人扔这儿，面对你们四个。老公有强盗！吴京回来了，快跑！我们快跑！白了，拿了，我拿了。哎，真跑了！不是，你们需要这些吗？纸，几张纸？来帮你解决点问题。几张纸什么的？你们要干嘛呀？我就拿了一个羊毛。拿走。不，要不你们到我们那边看看，对，你们来参观特别好。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愿意跟你们换。走，赶紧挖坑，挖坑，可以着火是吧？来，着火，点火。啊，点火。刀，画一圈，见到湿的了，就可以开始把边上给它垒起来。差不多了。那我去拿大柴吧，我知道哪儿有。到时候拿海水洗。不行，这样不行，这样就不行。你先打着试，你先你们拿这个试，我给你我找点其他的。点着了，哇！你完了。
哇，挺暖和的。哇，好神奇啊！那个、就是你们家的、啊，睡去吧。在锅后面那个。可以吗？你插一个吸管，看能不能插进去。再有一个，老公，来。但是那个吸管我用过，好喝吗？可以。想起了阿凡达，每天都要顾要录一个个人日志，风很大很冷，冷到我们骨头里了，我很担心小豹的身体。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嗯，就是感觉很踏实很安心，谢谢他对我的照顾。那么叫背后的女人啊，你这个我背后的这个你真的是撑得住我的。你会发现真的把你和一个人扔到一个完全无助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那种依靠的重要。现在这个时间呢，很想要去宝宝，因为两个多月都没有晚上离开过妈妈，对，然后希望她还可以习惯。嗯，妈妈爸爸都很好，嗯，也很开心，有很多不同的体验，嗯，要好好的，嗯，妈咪在这里。老婆，我想跟你说辛苦了，真的在每一方面，你会让我觉得很幸福。I love you， 我等一下去见你了，去，拜拜。辛苦了，辛苦了，早点收，晚安，晚安。晚安，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都早点睡啊，大家都辛苦了。今天是出发吧爱情第一天，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自己也有很多感触。第一点，核心词是陌生，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并不太熟悉，造成呢彼此非常客气。第二点，默契，这四对夫妻彼此有很好的默契，特别是在极限状态下，在水里，在空中，在陆地上，文芳、明顺都落到了海里，但是他们在相遇的一刹那，在互相陪伴、互相彼此安慰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默契，让周围所有人都感动。第三点是人性的弱点，比如说彼此有担心，对方是不是控制欲太强，彼此有担心，对方会怎么想。我一直有一种观点，在人世间，两个独立的个体能够在婚姻里长期的和平相处，是人间最大的奇迹。荒岛的第一夜看似平静的度过，海边的太阳总是无法遮挡的明亮。这座无人岛上的三对夫妻还在睡梦之中，新的一天还有很多的第一次等待着他们。新的一天，李明顺、范文芳夫妻是否会如期回归呢？
上面有风，下面没有风。我跟我们家南哥，最后我们俩是这么睡的，拿那个衣服捂着睡的，手到现在还是肿的，被叮了几十个包。我一晚上用了一瓶花露。哇，也太豪华了吧！太豪华了吧！要什么叶子？这里根本就是有盘子。然后现在吃的有四份呢，我们可以，我可以跟你 share， 他们一起跟你共享一个盘子。我们做人不要这么过分。不是不是，我说他们吃的有两份、三份、四份呢，所以第一名只有两个人嘛，对不对？吃饱太饱，那我们太饱不好嘛，对不对？吃太饱，不要比赛，个比赛输了，我们是为他们好，所以另外两份我们拿。哎，这方有他们人呢？哦，对他们去找那个筷子的碗扔了。你家没用的，老婆。啊？你家没用的。哦。我们要认输 ，OK？ 我们要认输，我们要认输，老婆。我们认输，我们你要我们下个比赛赢了，我们下个比赛赢了才玩，好不好？老婆，来来，别弄脏人家水了，快点，起来。我们有原则 ，OK？ 可以去我们家那边拿点餐具过来吗？我给你拿。哇，还有这个椅子呢。哎，这样的第一名干脆搬来这里住就好了，对不对？还需要回去吃吗？ Okay 啊，老公，我要喝橙汁 and 面包。马上吃。嗯，小孩子不要睡啊！啊，我们在这里是求生啊，求生啊。老公，这不是偷哈，这是求生。老公，这些东西我们带过去吃吧。没有，他们要留给他们。我们留了，这个留两份，这个拿走，给我们拿回去一起吃。呀，你不是要橙汁吗？我骗你的。啊？都已经到了。OK。喝吧。要。我们是来帮你们拿过去。拿过去的。那为什么不把他们叫过来吃呢？他们没人跟我讲说可以叫过来啊。所以你们家有豪华早餐这事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哎，那有煎蛋吗？啊，我们那边有煎蛋。哎呀！
华少的声音吗？应该是。啊。苏花把大马爱，四水夫妻，请到大门大门集合。大本营在哪里？我们就不理你。欢迎欢迎欢迎回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坐坐坐，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回来，欢迎文芳姐。咱再次掌声，还是一个整体，又回来了。今天我们看那边有一堆障碍物，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沙滩，咱们会有一个猎杀的游戏，咱们会有两个队 ，A 队 B 队，你通过这个游戏呢？最后积分的变化呢，会形成今天的最后结果。今天最后的结果会影响到大家今天晚上在什么地方睡觉。最后垫底的一对夫妇会要去荒岛，这个荒岛是荒无人烟，寸草不生。希望大家谨慎选择这个队友。我们直接去吧，比较惨，会流放到一个荒岛。醒一醒啊，我不要去荒岛啊。今天呢是给第一名一个机会，你们可以选择一对夫妇跟你们组队。跟我这组不见得好，我这刚动完手术，这个腿。对，一上来一说这话就心里贼有底，就是对，别把我想得太强，哎，不一定拿第一。选我吧，大哥。我可能进往枪眼上撞了，肯定了。他们是第一个主动报名的，我觉得很有诚意。那就你吧。那鼓掌通过，这边一组，这边一组。加油加油耶！我们好没有气势啊，耶！好，那咱们出发。出发吧，爱情。丛林猎人游戏，四组夫妻分为两队，每队各派一组进入栅栏，第二个进入组担当猎人猎杀第一组，而喇叭声响，攻守互换，扯掉对方红绸者即为获胜。五局三胜，两组分别排兵布阵，这是体能的考验，更是智慧的较量。获胜的一组积四分，输的一组每队各积一分。用红绳牵住的夫妻二人，在速度和争夺之中，会共同进退还是单打独斗？争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对方？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性格，一定会触发完全不同的瞬间反应。攻和守，如何共存？这边 A 组，这边 B 组，第一组选出人了吗？第一局 ，A 队，我们选出来了。B 队，选了。哟吼，那好，第一场猎杀开始，把他干掉。好的，加油，好的，好吧，我们一定不要让你们住在那个荒岛，我们谁都不要住。如果输了，我们陪你们。真的吗？真的吗？真的，真的。如果我们有豪宅，也陪你们。好，如果你们有豪宅，也陪你们。哈哈。去哪儿？我们？我们的策略是什么？你过去往这走。往这边走吗？对对对。溜达溜达，溜达溜达，加油！耶！呜！嗨！嗨！好开心啊！不，这样，好，别过去了。停起来！很好，过来，加油！怎么办？没事吧？哎呀呀呀！没事，
你脖子没拿到吗？没事没事没事。沙子。有的时候一听到 action 那种感觉就，所以这个挺怕的。这一开始就把人家戏位给摔那儿了，我挺担心的。你看那个沙子全进到这儿来了。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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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他平时啊 ，OK， 一旦玩游戏，他就控制不住了，他一定要抓赢。先熟悉一下地形啊！来了来了，快！走，慢点，老公。啊，不对，注意点暴力。哥哥，慢点。完了，老公。哎，哈哈哈哈哈哈！呜呼！哈精飞。啊，绳子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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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们有点不满的就是假惺惺，在外面的时候装得很友善一样。我刚刚一开刀，医生说不能跑得太快。另外一个，我已经三四年没什么运动了，那个就是郭京飞，那个开刀的人那就是吴京。那到战场的时候呢，他们就完全没那回事，厮杀得特别的嗨。对。哇啊！这个风尾巴的，这个吹的这样，所以我们这样 ，OK OK， 不好转。哦行。小心小心！嗨，去哪里？小帅哥！哎呦！哎，不行，老公，那个太危险了。老公，你小心腿啊！啊！哎，那个太危险了，给我上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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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游戏结束了，他非要一直过来。我就说，哎，结束结束了。我发现他的目标不是为了拆这个绳子，他想要把我扔到水里。但是，I got you， 老董呀，老董呀，你的裤带被我蹬掉了，对，老董。加油 ！Lucky Lucky， 我来。
不是有很多的困惑？困惑困惑，你奶上吗？吐奶啊、我吐奶，我嗷都没嗷一声。是吗？真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不要靠近他！别被他骗了，他们是骗子。你已经忘记了我。你再他妈说不是好朋友，头发好丑，你的头发真的很丑。哎呀，这样不行，喂不了宝宝了，回头。没有男生，还没有刘海了，真的七位。没事没事，宅男们会流出的，真美女，宅男们会死的。抓住！有气势的过去。我跟你讲，我们是女生，不要搞得那么残酷，不要搞得太激烈，优雅一点，好不好？我们奶都没断着呢，然后下来。对，优雅一点啊！拍一，我拍一，七妹啊，七妹啊，我刚出院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傻吗？不好意思、啊，我们四个生完孩子的女人，我这个人只有蛮力没有。啊，来了！等一下，马上要换他们攻击了，等会儿。传染器。哎，刚才谁？谁抓谁？哎，妈呀你！老板混乱了。谁攻击谁？小心啊，小心啊！时间快到了。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哎，过来过来。好，牵着手走，小心后面，到后面去。还是我们攻击了，还是我们攻击了，老婆，别怕他们，还是我们攻击了。哎，小心！跑跑跑！小心你的箱子很容易抓。最低分还是文芳跟明顺，这个也不容易。今天的风又起了，夜晚又要降临了，吃饭和睡觉变成两个巨大的问题。昨天的豪华房、昨天的帐篷、昨天的酒店都忘掉的，没了。所以说，大家所有的机会都来自于这个后边的物资房。每一站的目的地我都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物资房，里面有能让你吃饱穿暖的生存必要品，也有毫无生存作用的奢侈品。因为排名最差的那一位，对不起，你只能拿一样，而且还要流放荒岛。第一名吴京跟谢楠可以拿十件。哇，第二名静飞跟包丽可以选五件。一件少一半啊，当演员嘛，对吧，这个名气大能拿好多，这个二线就要拿一半就不错了。我是二线吗？是，我一直以为我是三线。程炫跟戚薇只能拿三件，文芳跟明顺抱歉，因为游戏规则只能拿一件，这是第一规则。没关系，
留点好的给我们。好的好的，好的，一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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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有不能互相交换和分享，太恶毒了吧。没关系，我们可以，我们可以不小心弄丢我们的东西。没关系。第三啊，我告诉你，我们会丢在哪儿。每一对夫妻只能进去一次，而且只能进一个人。需要强调一下呢，这个的确，明顺跟文芳比较惨。那个岛呢是有0.19平方公里，但只有5平方米的地方可以睡。5平方米？你不是作家吗？为什么你这么狠毒啊？这不是我弄的，我不知道谁弄的，我只是宣布。谁 ？Don't kill the messenger。是谁？幕后黑手是谁？好，天色已晚，吴京、谢楠，阿雪啊，嗯。是不是？全部这个东西没关系，对不对？就是什么都无所谓，他只要拿出来的是一个东西就行了。我们先拿个箱子，然后把所有的东西放进去，灌起来，对，留着。把箱子拿出来就好了。谢谢，谢谢，谢谢，谢对。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子。把东西都放在一个箱子里，然后他们就拿一个箱子走。我这要找空箱子呢。饺子，哇！锅碗面条，哇！饼干，哇！灯，哇！艾草，我就问一下，火在哪？他用这根棍子打通我的任督二脉，这可以驱虫的，我可以取啊，可以生。好，第二名。第二名，我给你们留了别的。OK OK OK OK， 有什么暗示吗？有什么提示？再发现有箱子要开。OK 啊，我箱子我都打开了。好，要不然你去。那你去吧，你去吧。记住，有箱子要开。我想要的已经没有了。你再好吧，那还是我去。你怎么知道？想要的已经没有了。你想要什么？那个艾草啊。你要艾草？哦，对。什么？哎，我想晚上蚊子多，艾草可以熏。对，我可以给它调理身体。给谁？给闺蜜啊。她怎么了？没，她因为不是着凉了吗？昨天。哦。我给她揪一下会好很多。哇，好贤惠哦。安雪，这个是给明顺哥弄的留的。地下。太脏了。好的。哇。物资这么难拿，开个箱子都要受伤。哟呼！这次我要替他们。什么事大哥？大哥实在是，哎呀，这箱子实在是太麻烦了。他会犹豫很久。对，反复的选择，出来喽！哇！妈的耶！我很吃惊，他会捧一束鲜花出来。对，这个什么意思？晚上我们可以唱歌，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有花。这么美的地方，我被你说了10年不会浪漫，终于有机会可以表现一下。鸡皮疙瘩出来了吗？哇，这梗有点冷。看我的两只手，那箱子太鸡贼了，你们。就里面真正的物资，里面我给你们放了压缩饼干，还有罐头。打开真的好难啊！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塞进去。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有。好，那咱第三组，程炫跟戚薇。谁去？加油！随便拿，三件啊，三件啊！哎，其实应该给，哎呀，
从我那边拿一点东西吧。没关系，我有老婆抱就好了。明轩哥，你怎么突然变得阔气了？说从我那边拿点东西吧。刚才最穷酸的就是你，好不好？都没有地方插点。就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哇哦！哇哦！这也是我刚才一直在犹豫的。是啊，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啊 ？DVD 啊？这是我们的。我们可以听音乐。我只要看我们自己的东西。对。哟。音乐，这是喇叭。听着音乐来吧，咱们就。听着音乐，然后他们要进去拿东西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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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文芳。文芳不行的，不行的，不行。White lips, pale face, breathing in snowflakes. 我现在在想，最后明胜哥扛着房子出来。都是你的。他关起那个箱子来会很稳，因为他一定会打开看，那他再关起来就会很麻烦，因为塞得很满。我在里面坐，我在上面坐了半天，因为我塞了几个罐头，还有压缩饼干进去。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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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是这样，我跟你讲，我进去里面呢，我也去看了你那个箱子了。我被割了一下，因为他们很坏，他们每次都把那个箱子弄得很紧，特别紧。对，但是其实那个箱子里面东西都很实用，很实用的，那里面很实用的罐头。对，但是我觉得我不会辜负你们的好意，我决定还是拿了这个箱子，因为有了这个，什么都好了。因为呢，规则是规则，你只能在里边选一件东西。我选一个，那睡袋，睡袋，吃的东西，睡袋，睡袋，吃的东西吧，睡袋，肯定是睡袋。好，那大家都选了自己的东西，待会儿我会带三对儿去各自的豪华石头房去看一看。豪华，不要再提豪华这两个字。明顺和文芳。二位将会被流放，那咱们一块儿跟……等一下，等一下，我掉在了地上一朵玫瑰花，明顺哥，你要不要捡起来？好，好，怎么这里会玩玫瑰花啊？哇，真有缘分啊！来，戏太好了。好，我们一下送一下明顺跟文芳，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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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等你们回来。OK， 好，拜拜拜拜拜拜，明天见，我们一定会好的，再见。如果能有明天，拜拜，你们今天玩得开心点啊。没什么差别吧，看起来一点点吧，这个大一点吗？一点点，第一名先挑呀。对，第一名先挑。点兵点将点到谁，谁就是我的好兵将。后悔吗？后悔吗？后悔吗？不要后悔，没关系，没差。我跟你讲，我要中间那个。跟我想的一样。啊，两边有保护感。这么好，谢谢。那带东西往里边看看呗，客气。进去看看呗。好好。回家喽。当我老婆一说选这个的时候，我说完了，肯定闷了。小房子会闷，但是我今天我老婆的表现，我非常高兴。老婆表现非常好，而且她很开心，张牙舞爪的，我特别开心。哇哦，还有两根艾条啊。嘘，那是我藏的。那个蓑衣儿子适合穿，小号的选的对，最小号的
整个这些东西里面都翻过吗？它会有一些小东西藏在里面。真的？真的？知道吗？那个，那个。哦。没问题，我们不怕。如果把他的家给移动了呢？可以。哎，对对对，我们把柜子搬过去，然后给你们搁一个别的东西。把柜子放在门口好嘞。对呀、啊。对呀、啊。柜子放门口就好了。好好好。也可以不用破坏他的家。哎，行，对。要不然你把他伤害了以后，他有可能会进入到你的梦。我也没有要。Gentlemen， 来。我来拿，没关系，我来拿这一卷。好的，好的，好的。怕你害怕呀？没事，看不见你。我要带珍珠跑出来。我们这样，我们假装结果原来是在外面，不要说我怕什么东西，就说他原来是在外面。好。哇，这个房间挺好的耶！真的。哇哦，这个房间真好。刚刚进僵尸房的时候没有柜子。哪有什么意思？我们房子没有什么柜子呀。我们会用画面回放的。啊，你们不会放过我。我们一起唱好不好？好。哎，走。我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把基本生活先保障了，咱怎么浪漫都行。我这不是在保障的吗？快帮我一下，来。脏死了。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我刚才看他们家里面放音乐的时候，确实觉得有音乐挺好的。对啊。是，我给你唱。我是你爸爸，真伟大，养你这么大，你还不听话，成天到晚去玩耍。只要你这个坏娃，不要你这个坏爸爸，只要你妈妈。让我们去的慌，我这辈子都会很感谢您送的礼物啊。欢迎登录微博、微信、百度、天吧参与节目互动，感谢新浪娱乐、腾讯娱乐、网易的凤凰娱乐、搜狐娱乐、人民网、新华网、天涯社区、有派、人人网、今日头条、新浪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酷狗音乐、天天都听酷我音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